这两天啊 ,ATM4 不又恢复原价了吗，我就又买了一台。之前做节目的那台啊已经孝敬给我老丈人了。那这会儿在北京我已经实在憋了太久太久了，我真的想出去玩那又出不去啊，于是我就开始拾到我的镜头们。相信各位也有我一样的经历，就是出去玩的时候恨不得把咱所有的镜头全都塞包里。实际上啊，你到外面玩根本就来不及用那么多的镜头，来回来去你折腾几次吧还不够咱们累的呢。今天我就想来跟大家聊一聊出去玩的时候咱们怎么选镜头。首先咱先不着急聊具体的镜头，咱先回忆一下出去玩的时候主要的场景有哪些。旅游嘛，无非就是换一个陌生的环境散散心。我们一般选择的目的地呢，要么是去风景区，什么新疆啦、新西兰之类的山水秀美的地方，要么呢就是选择人文啊、烟火气息比较浓的地方，比如说古镇啊，比如说巴黎啊，这一样的。去风景区咱们首先需要的就是广角镜头，能够尽量多的把周围的美景全都容纳进来。而去城市呢则最好有一支中长焦段的镜头，随走随拍，不用离得特别近。那如果只能推荐一支镜头的话，我会强烈的建议大家就带这个24-105这颗镜头。首先您甭看出了这么多年了，它的对焦速度、画质的分辨率都非常的不错。您如果出门带相机不就是图个画质和清晰度吗？要不然咱用手机拍视频拍照片它不香吗，对吧？其次这个镜头带 OSS 防抖，您可千万别小看这个索尼的机身防抖，它基本上就是个摆设。您真想要手持拍摄不抖，还得看镜头是否带这个 OSS 的功能。当关闭了防抖的时候，即便使用了机身内置的增稳效果，画面也是非常的抖动。而一旦打开防抖，哎，它立刻就稳定住了。再者这个镜头的焦段从24-105的标准广角到105-105的长焦，几乎能够包含风景区和人文区的一切使用场景，无论是拍视频还是拍照片都能够完美的驾驭。虽然是 F4 的光圈，105-105仍然可以获得不错的焦外，而现在索尼的高感普遍做的都是不错的，夜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并且这颗镜头的呼吸效应控制的也是很不错的，基本上咱不太能看得出来，反正是比35GM 那些要强太多了。最后啊，真的便宜啊，这颗镜头现在大黄鱼上6000块钱左右大把的，即便是最近做的618的活动呢也恢复了原价，还有一些折扣，也非常的划算。这算是一颗视频拍照都两者兼顾的镜头了。那如果大家有力气能够携带两只镜头的话，选择面就会比较大了。那有可能大家会考虑啊，带个2470再带个85定，或者说呢带个1635再带个50定，对吧？我之前也是这样的，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个新的组合，第一 1635G 就是新出的这个带电子变焦的啊，以及新出的这个70-200 GM2 代。咱们先说说这颗 1635G 吧，啊，它真的是轻，真的是太轻了，353克的重量，相当于一个磅 iPhone 13 Pro 的重量，挂在机身上呢，随时掏出来随时拍摄，既不会长时间把持而手疼，也不会有那种大变焦头的这个侵略性。那对于做 Vlog 的同学来说，这简直就是一颗梦想中的镜头，而且画面锐利啊，色散控制的非常的好，甩原来的 1635ZA 好几条街，对比 1635GM 呢也不落下风。本身内变焦大概率咱不太用担心镜头进灰的问题，而且上了稳定器也不用反复的调平，电子变焦呢手持就能拍摄出来一些特别有趣的画面。而如果你使用的是 FX3 一类的机器，我会推荐你把变焦速度放到3，这样能够让你更好的控制变焦的节奏。跟蔡司的那颗 1635ZA 不一样，这颗镜头呢它不带 OSS 防抖。其实在广角端，因为画面中的可见的这个参照物会比较的多，即便画面有轻微的抖动也不会显得特别的明显。而长焦端呢则必须要有这个防抖了啊。举个例子，就好像吃鸡的时候你用8倍镜看画面开枪就会比较抖，而用机瞄的画面呢就不会抖，这同样的道理。16端的广角呢能够让你容纳更多的风景进来，如果你的面前是一座雄伟的建筑或者说是秀丽的山川，使用16端能够尽量多的容纳场景，而如果使用24端呢，你的视角就会变得相对来说狭窄一些。比如说 iPhone 13的广角端就相当于13毫米，主摄镜头呢就相当于26毫米，您可以试一试就能体会到了。而35端呢是经典的人文焦段，也是我在拍照的时候我最喜欢使用的焦段，离近了咱能拍特写，离远了呢咱们还能带环境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，说如果你拍的不够好，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。这颗镜头就是让你能远能近的旅游头。那新出的这个70-200 2代啊，我的第一个感觉也是轻，真的太轻了。我老婆前两天拿这颗镜头的时候说，嚯，比你之前那颗小白轻太多了。
那这么说吧，这颗镜头加上刚才说的这个 1635G， 整体的重量比70200GM 一代都要轻啊，他们俩加一块比那都要轻。旅游嘛，轻一点是一点，这两颗镜头的组合在重量上完全没什么负担。同样它也是内变焦的设计，防尘性平衡性做得也非常的到位。对焦呢，因为使用了最新的对焦马达，也非常的迅速并且安静。最重要的，机身自带 OSS 防抖，拍到三档的情况下手持200端画面也不会有特别的抖动，这就好像你使用了八倍镜一直按住 shift 一样。无论是拍摄视频还是拍摄 照片，这个长焦端的可靠防抖真的太重要了，这点对于旅游不喜欢携带三脚架的同学来说简直就是福音。70端最近对焦距离只有40厘米，甚至你能拿它当一个小的微距镜头使用。那由于长焦端拍摄出来的画面更容易给人家一种陌生感，更容易产生柔美的焦外和不一样的视角，所以呈现出来的画面啊，也更容易在社交媒体上被人所夸赞。之所以推荐广角变焦加长焦变焦的这一个组合，是因为我发现在旅游的场景下，我真的很少使用这个中焦段。一来广角拍摄的风光会更多一些，更震撼一些，真的需要凑近拍呢，这个三五端也能够胜任啊。当然还有我这个三五端用的比较好吧。啊，二来呢，如果您想要调一个远景，或者说您想压缩场景的时候，无论是70端还是105端其实都不太够，而使用200端呢则好一些。如果实在需要中焦段了， A74 开启视频的 4K60 帧裁切或者照相的 APS-C 模式，1635秒变2450， 70200秒变105-300。旅游嘛，首先是要能够拍到，对吧？一个轻便的组合能够让您更乐意随时拿在手里进行拍摄，而不是咱们放在包里懒得掏出来。其次啊，咱们说拍好，相机对比手机强的无非就是画质和宽容度。现在的手机啊，既有超广角又有计算摄影的人像模式，似乎已经不成多让了。但是数码感和画质呢，让我这种自诩专业的人来说总是过不了心里的那道坎儿。毕竟啊，计算出来的长焦和真正物理意义上获得的长焦画面差别还是挺大的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就是想给您个不同的思路，希望我们未来能够路上见。那这期就这样吧，多谢您的宝贵时间，咱们下期见。Ba-dum-bum-do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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